负责 24/21 OST 制作的 Studio Memsi 于3月4日表示，查斯智孝已确定演唱 24/21 的第六首 OST Stardust Love Song， 请期待听到智孝挑战他出道以来的首个 solo OST 吧。Stardust Love Song 优美而平静，原声吉他和智孝轻快的嗓音开始，用最少的乐器组成，增添了经典的氛围。以下弦乐四重奏的和声唤起温暖的旧情，用你让我再次做梦，你对我来说已经是太大的安慰，走吧等歌词将温暖和爱带入听众的心中，一起回忆起那段记忆。近日 TVN 的 24/21 备受关注，电视剧提供了涵盖各个年龄段男女的共识，给人新鲜的激情、精神、温暖的安慰和青春的勇气。据悉，这是智孝首次单独演唱电视剧 OST， 他将以可爱又温暖的嗓音展现 TWICE 主唱的风采。Studio MMC 还提到，智孝不仅唱歌实力扎实，而且在录制现场还通过丰富的情感表达创造了动人的一幕。据悉 Stardust Love Song 将于3月6日下午6点在各大音乐网站上发布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爱豆韩社，每日解说最强韩语，欢迎点赞和订阅哦。